欢迎您的光临。本次列车是台北车站，是7:50发车，经由山线南下开往斗南车站的第177次自强号列车。本次列车台北车站发车之后，前方停靠的车站有板桥、树林、桃园、中立、湖口、新竹、竹南、苗栗、后里、丰原、潭子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田中、二水、斗六，以及终点站斗南车站。先祝您旅途愉快。本次列车下一个停车站为板桥车站。各位旅客您好，为配合烟害防治法的施行及尊重其他人拒吸二手烟的权利，本次列车全面禁止吸烟，敬请各位旅客不要在车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吸烟，感谢配合。各位旅客您好，为维护您旅途上乘车安全，列车行驶当中请勿站立车门口或者倚靠车门边，以避免发生危险，谢谢您的配合。